从楼上跳下来的，是怎么了？王艳儿，马刚人呢？药没吃，又跑哪儿去了？王艳儿太吓人了，他是不是跟刘东吹了？他整天跑我房间来，我有点害怕他。他天天让我吃药，脚崴了。把袜子脱了。没事儿啊，我这军人哪有那么娇贵啊？ 这疼啊！疼。别再闯祸了，不然你真出不了院了。出不了院吧，正好可以多陪陪你。我特喜欢看你打针包扎的样子，特温柔，真的像白衣天使。我对患者都是这样的。没有吧？你上次给我打针用了1分24秒。 真疼！哎呦，真疼！李丽，这夜班呢？哦，晚上饿了，垫垫肚子，可好吃了啊！谢谢你，别给我了，你拿去给王燕吧，最近她心情不好。我跟她没有关系了，她这个人就是心眼好，嘴太厉害了。其实人还是挺好的。咱不说她了啊，那我给你放在这儿。哎，对了，那个马刚怎么把脚给崴了？ 别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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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闹
让你坐那儿，你下来。不下来，你进来我就下来。你下来。你进来我就下来。把门关上。我修了一下午。
终于修好了，我想把它送给你学英语，录音特棒。谢谢你，我不要。你不要摔了。摔就摔呗，摔完了之后赶紧回去睡觉吧。收下，我一番心意。我为什么要收啊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。干嘛？不干嘛。你放手。不放手。你放手，这是上班的地儿，让人看见都不好，你放手。我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。刘医生，干嘛呢？我想去查房，忘了穿白大褂了。啊，行行行行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先去13号床啊，量一下血压，一会儿我就过去。行，那我过去了。一会儿把那个病历给我啊。李丽，牛虻送给你看的。真好。可我最近要考试，还要复习呢。写的特别特别好，你抽空看看吧，大家伙都抢着看呢。那你让他们先看吧，看完我再看。我都给你拿来了，你先看，然后再给别人看嘛。那也行，考完试我看。你把这书放在你抽屉里，我怕别人抢走了。好，一定抽空看啊。一定，放心吧。我先查房去了。
牛毛，这书我在哪儿都找不到，没想到你有。紧俏吧？嗯。哎，这里面还有封信呢。谁给的呀？嗨，随手钻进去的。你要想看，你先看吧。那行，那我先拿着了。哎。